老师，怎么了？不舒服是吧？太阳洗脚了，那树懒蠢的吗？蠢的吗？哦，你不许打这个啊！别动了，好吗？前面同学在睡觉，知道吗？老师，刚才这个掉了。这个掉了是吧？哦，现在贴上了，好了，好的。他那个东西掉了，别害怕，没事啊，走，睡睡就好了啊。张老师，过来扶下他，他的头偏过来呀。齐老师，你在那里见过一个水杯吗？张老师，你给我坦诚的路吗？老师，我不会改存在的。老师，你充满电了没？我充满了，靠在这个上面，好吗？